昨晚过来看的时候，这凤头还是好好的呀，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这是给太后预备的万年吉地，丹壁上的石雕，龙在下，凤在上，凤凰是谁？就是太后，敢让凤头落地，你们的脑袋一个都别想留，都带走！住手！凤头是我雕的，我是茂兴的掌门人。 少老们，司宝师哥，按老规矩，还是叫我名字啊。哎哎，少鹏，你看你跟外头留洋那么多年，那肯定学了不少新鲜玩意儿，你也跟我们大伙说说，对不对啊？说说。那咱们就说说这西洋的房子吧，有。 罗马式的、巴洛克式的、拜占庭式的，还有哥特式的，比如西什库教堂吧，就是哥特式的，表现的是神秘、哀婉和崇高。西什库教堂啊，西什库教堂多寒碜呀，上面弄出一尖来，弄根铁棍子一直杵在地底下，不好看的那。人家那叫科学。 那根铁棍啊，叫避雷针，能把雷电直接导入到地下。师傅，咱们茂兴在京城营造法是头贵，专接皇家的工程，眼下接这活啊也是不得已。少鹏，哎，你说说。 防府大殿调正脊应该注意些什么呀？调正脊前后坡老桩子，瓦必须撞檐，底瓦不漏脏，脊筒座钟，锤、呛、尾脊不淹肘，梅子不淹额，锤兽的龙爪要高出梅子9分，这叫锤不淹爪。正脊的瓦件不超过稳兽上嘴唇的下皮儿，这叫稳不淹唇。 那你知道这稳兽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不管是皇家宫殿正脊上的稳兽，还是普通人家清水脊两端翘起来的鼻子，那都是避雷用的。咱们老祖宗也讲科学，不比西洋的差呀。师傅教诲的是。师傅，二楼在外头，好像跟人争不起来了。 你自个儿抱着瓶子往上走的，谁没看你有那么走路的吗？二愣，我，少鹏，师傅。
他自个儿抱个瓶子往上撞，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？框天画日，朗朗乾坤，这路你家开的啊！我，几位大哥，我们工匠干活难免磕磕碰碰的。 还请您多担待，大不要饭的呢！哎，我哎，这可是前朝宫里传出来的宝贝儿，没1000大洋，这事儿完不了。哎哎，你眼瞎呀？哎哎哎！ 念念，啊，朗月斋，我就是朗月斋的掌柜。就这样的瓶子，在我那库房里一摞一摞的。 这位仁兄，请问您高姓大名啊？姓穆，名长山。穆兄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举手之劳。我在这条街上做生意，有空来坐坐。好，一定。师傅，我们先回去吧。 最起码应该叫岳父，那不改口啊！哎，给您。 谢谢啊！谢谢谢谢。我们给太后修丹壁的时候，因为凤头落地，你大师伯岳大宾被朝廷满门抄斩，现在你爹又因为给洋人修牌坊，被活活的逼死。 你和凤娟的婚事是你爹的遗愿，现在掌门传给了我，我早晚会传给你的。我看你和凤娟还是早点完婚的好。我爹是位大义名节自信的，我要为他守孝。哼，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守孝，心里还装着三格格的吧。 爹，您喝茶。少鹏哥，你尝尝这个。这是磨好了煮开后，把渣子避掉才能喝的。 这刘过洋子就是有见识，凤娟啊，你也是，不懂以后少上赶着。少鹏哥，我再去给你煮一碗。少爷，工部的人来了。着茂新营造厂修缮正阳门。 直隶总督府衙门及顺天府主持工部营缮司督办。大人，这工程我们不能接。耿掌门，这可是官府的命令。就是官府的命令，才把我大师兄的命搭进去。
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耿掌门，三个月内老夫要是见不到正阳门的修缮方案，自己掂量着办。走。师父，我知道您为我爹的事难过，可正阳门是京城的门面，是个露脸的活儿，这底下的工匠兄弟们都盼着呢。是啊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既然你想露脸，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知道你和我师父的心思，觉得是朝廷害死了我爹，不应该接他们的工程。接？为什么不接呀？这是朝廷欠咱们的。你爹为了茂兴的买卖，你为了京城的百姓不再受洋人的残害，修了这克林德牌坊，虽说最后以死证明，但在京城的营造行里，那还是风言风语啊，说他是卖国求荣。齐伯伯，哦，钟齐大人，坐，坐。老板，钟齐大人，我们茂兴营造厂愿意承接重修正阳门的工程，还请大人多多关照。你不必谢我，要谢
就谢老佛爷吧。这京城皇家的工程，都是出自茂兴的手笔，他老人家放心。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，这正阳门的规制档案，它修缮用的规制尺寸，都在工部的库房里，你自己去取就是。 多谢大人了，岳芳。老王啊，老伯，蒯老板，咱们两家私交已尽，往后你若有什么事呢，就直接到衙门找我，我这个家里。 你就不便来了，宋客，马老板，请。我要给你找了个人家，满洲正黄旗副察使。 祖上出过总兵，本人袭着齐都尉，30出头。头2年死了夫人，没有孩子，也没有老人。人家的聘礼，今天就到，你就断了这个念想。 都在这儿呢，洋人联军的一把大火，全给烧了。箭楼让洋人的大炮给轰了，城楼也让他们一把火给烧了。哎，你们茂兴真把这活给接了。 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向您家掌柜的询问正阳门规制一事。我们家掌柜说了，不跟给洋人修过牌坊的过事儿。快，老板，我们几个主事的都不在，您请回吧。修正阳门这事儿，当年也是你们茂兴领工主持的，我们插不上手。这些制式尺寸。 师傅，这是仲琦下的一个套啊！他明明知道库房被洋人烧了，规制尺寸的档案也毁了，他篡了你按来手印，逾期交不了工，这可是死罪呀！师傅，当年咱们重修正阳门，就没留下规制尺寸的副本吗？会不会在营国秘典里？那一箱营国秘典已经失传了，你就不要想了。
我想去量一下崇文门。俗话说，正阳门九丈九，崇文门八丈八。正阳门的规制尺寸和别的城门都不一样，而且技巧众多，光一个千斤闸没有图纸你是造不出来的。 我想，我可以用洋人的法子。那胡闹，用洋人的法子修正阳门，这不是打祖师爷的脸吗？哎呀，你！哎呦，哎，师傅，哎，赵老板，哦，少鹏，这是外边有人给你送的。 全家都是被洋人害死的，我加入义和拳就是为了杀洋人，没想到最后落了个被朝廷追杀的下场。我知道我打不过他们，那我就赚他们，吃他们，我想法子报复他们。高老板，现在能谈正事了吗？ 这营国秘典，茂兴已经失传多年了。敢问这个是怎么落到常山凶手里的？我找秘典也找了很多年，可只找到了这些目录的拓本。那你找我来做什么？ 据说，营国秘典里面记载了营造行的手艺秘诀，和各个重要建筑的规制图样，由历代茂兴掌门人掌管。眼下你们重修正阳门，正是需要秘典里面规制的时候。
是，密典里确实有我们需要的规制。可是光有目录的拓本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如果我找到了密典的线索，当然，如果没有茂兴的人帮忙，凭我一个人，也是不可能找到密典的。那如果找到了英国密典，你想得到什么？ 我想得到一份完整的拓本，这不可能。茂兴作为京城的首贵，上百年来屹立不摇，靠的就是英国密典里的独门诀窍。有多少人都想得到这个密典，取茂兴而代之。快，老板，你个留过洋回来的年轻人，这思想怎么这么守旧啊？ 再说眼下什么情况？没有我的线索，找得着密典吗？没有密典，重修得了正阳门吗？修不了正阳门，茂兴的存亡都是问题，你有的选吗？常山兄是个商人，这个密典对于你来说，无非就是个值钱的古董。如果你帮我找到英国密典， 修正阳门的利润，我分你一成。一言为定。那你的线索是？线索就在日本商会里。那我们怎么进去啊？你忘了我东家是谁了？这个是日本商会，日本商会每月15日会在这个院子里面举行收购会。 全京城倒卖古董的商家都会来，商会会长工藤贤三疑心很重，从不信任他雇佣的中国人。每次开始前，他都会从库房里拿出自己的账册和账房重新核对后再入新账，而这段时间，就是我们进入库房的最好机会。 就喜欢和马先生这样开明的中国商人打交道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古董不能只藏在家里，要分化共享嘛。没错，劳伦斯先生对日本的文化也很感兴趣，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收起件日本的国宝，文化共享嘛。
谢总在这儿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开门？ 工藤先生，吴总，我最近又看了一个特别好的屏幕。好，好，杰克马先生，幸会。告辞。请。 钥匙是用在哪儿的呢？那就得问钥匙的主人了。可我大师伯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师傅，这是您最爱喝的莲花白，我给您打回来了。 师傅，当年我大师伯给我跟凤娟一人打了一个护身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光你们两个，还有他的儿子岳成林，你们三个孩子一人一个，就是让你们三个一条心。我大师伯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呀，是个真正的大工匠，是天底下最大的老实人。他连抓走的那天。 他还嘱咐我，他家的院子用的都是好料，让我别糟践。那我大师伯被抄家以后，那套银国秘典哪儿去了？你问的银国秘典干什么？那里边应该有修正阳门的龟尺。我想，你呀，你就不该接那个正阳门的工程。咱们茂兴，为这个秘典死的人还少吗？ 英国秘典不就是一个记载工匠技巧和工程规制的书吗？那就是本邪书。当时的工匠他自作聪明，偷偷的把风水图写进了龙脉里。龙脉这个东西是咱们工匠行能镇得住的。那可是什么？只要我现在还是掌门，茂兴门就不许再提英国秘典。哼！师傅。 这块料长歪了。你个留过洋回来的人，居然相信龙脉这种事儿？历朝历代都将国都建在龙脉之上，这关系到一国的气运兴衰，可不是简单的迷信。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。我只知道那些相信齐天大圣能保他们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兄弟们。 最后都死在了洋人的枪口下。院子用的都是好料，可千万别糟践喽。这死到临头想的还是料。 你不是工匠行的人，你不懂啊。
那你说说，这首诗没头没尾的什么意思？是建筑。什么建筑？院子。岳德斌被抄家后，这宅子就封了。前几年八国联军烧了福王府，朝廷就把这宅子赐给了福海。我知道有个人能带我们进去。你们在这候着。好的，哥哥。小姐，您看点什么？有没有这样的首饰？您里面坐，我给您拿去。岳芳。少鹏哥。你一个坏成家的人，怎么还有心思来找我？除了你，我没有想过娶任何人。只是父命难违啊。我不怪你。你若是心里有我，我们现在就一起远走高飞。岳芳，我还不能带你走。可我等不了。茂兴现在。少鹏哥，岳芳。少鹏哥，给格格请安。找密点的事儿，茂兴上下只有凤娟知道。是我主动要来的。少鹏哥的事儿，就是我的事儿。走吧。想着你这舅舅啊？那可不，自打头两年八国联军把您家老宅烧了以后，我还没来过您新宅子呢。嗨，这个呀就是一老院子，我也没来得及拾掇。我就为他呀离戏园子近，我听戏方便呢。您住着舒服就行。啊，对了，你说你来就来，你还买什么东西呀？我知道您好这个，特意给您挑的。哎呦，歌谣兵词，还是你懂舅舅。来来来，收好收好。是老爷，抬走抬走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轻着点啊。
这么多房子哪个是啊？妹妹和少鹏哥的婚期快了吧？少鹏哥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婚期的事儿，他的心思没在我这儿。我下个月就要嫁人了，对方是个30多岁的官夫，我连面都没见过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避天雷，不避风。不管是皇家宫殿政绩上的稳兽，还是普通人家清水机两端翘起来的鼻子，都是避雷用的。长山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找到了吗？爹，你快看，陀螺真的变彩色了啦！爹，你真棒，好快呀！哥哥回府。海老板，这月底老佛爷要是见不着正阳门的修缮方案，
恐怕有人要掉脑袋。我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就找到这么个玩具。你再仔细看看，万一有什么线索呢？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它就是个普通的陀螺。也许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陀螺。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要去梁崇文门，不能让人家看茂兴的笑话。你就是个废物。 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工部派来的，几位爷稍等，我进去通报一下。有劳了。诸位，请回吧。我们管事的说了，崇文门是税务重地。 不便擅入。我们可是奉旨来修正阳门的。对呀，你修你的正阳门，关我们崇文门屁事儿！赶紧走。连长，我说你这人怎么？走，别找事儿啊！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刚才不是挺客气吗？啊，这是。就是你，我没说什么呀。行行行行。 卖蝈蝈的老头劝工匠们买一个解解闷儿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工匠们拿这蝈蝈笼子这么一看，哇，这不就是九粮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吗？后来传说呀，这个卖蝈蝈的老头 就是鲁班爷，咱们蒯家200年的基业了，一直都有鲁班爷庇佑着。你呀，去给鲁班爷上个香去。嗯，哎，娟儿。
你拿着玩去吧。奶奶，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鲁班爷真是神通广大，九丈九的正阳门式建筑，这巴掌大的蝈蝈笼也是个建筑。刚才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大的是个建筑，这小的也是个建筑。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不避天雷，不避风。我们想错了。相传当年刘伯温把北境建成一个八臂哪吒城，这哪吒左边第三条胳膊是朝阳门，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就是哪吒手里的乾坤圈，乾坤圈到宝珠的距离是三分，东岳庙往东三里就是祭奠咱们工匠祖师爷的鲁班庙。看，护身符。少鹏哥，你的呢？我知道在哪儿呢。Ta-da!
走。
我最近又看了一个特别好的平房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干什么都半途而废。少鹏哥，别找事儿啊，赶紧走。日本人，日本人。 日本人是一伙的，我师父说过，密电里边大清龙脉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，我们得去阻止他。 你去吧。那你呢？我爹放你走的条件，就是让我嫁给富察氏。月芳。 穆长山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他不叫穆长山，他叫岳长林，是你大师伯的儿子。他和日本人是一伙的，龙脉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。你赶紧去拦着他，别让他做傻事儿啊！哎呀！ 说好了，找到密点就通知我。你一个人来，不太好吧？我是想确实找到密点，再亲自给您送过去。
咱俩扯平了。哎，哈金家的工艺，告诉我怎么用，放过你。除了蒯家的人，没人知道怎么用。哎，这么说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住手！滚！这儿没你事儿。你偷了我茂兴的东西，当然有我的事儿。杰克马先生，不，或许我应该叫你蒯老板。你们果然早就串通好了。英国密典是我爹用命保下的，我不可能给他。岳长林不是茂兴的人，他没有权利把他卖给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和蒯老板做这个生意了。这不可能。我的好友渡边正信教授正在编著一部中国的建筑史考，相传密典当中有一张明朝北京建成时的原始布局图，书你拿去修正阳门，我只要这张图。那也不行，密典里边藏着我们大清的龙脉，一张图也不能给你。我是个商人，对龙脉不感兴趣。他确实对龙脉不感兴趣，但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。你暗中调查京城的驻军位置、军火储备，也是生意。他在调查中发现，京城内藏着大量的暗堡、地道、隐蔽工事，而这些他都无从查起。这些城防布局就在这张图里，从前朝一直沿用到今天，没有任何改变。蒯老板，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我只说一次，把密典找出来。别管我。不能给他，不能给啊！别动，别动。快上跑！你这个卖国贼！啊！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人。
腾先生可以走，可你的手下都是中国人。走，全给我拿下！是是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不要抓他，是大人。我不领你的情，我爹的死，你也有份儿。当年要不是我跟你耿师叔，你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张大哥，这是我大师兄唯一的骨血了，拜托了，保重。这就算是你们救了我，那又怎么样？工程出了问题，你们每个人都逃不了干系，而你们却把罪责推给了我爹一个人。有件事儿，我本来想一直烂在肚子里，现在英国密点没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实情吧。当年是工部尚书李大人为了密点设计陷害你爹，无论如何你爹也得死啊。可他呢，为了保住整个的茂兴，宁愿一个人把所有的罪名全承担下来。你爹，他是个铁铮铮的汉子，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呀。临死前，他托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救出来。现在这个国家积弱不振，列强横行，朝纲祸乱，民不聊生，可他们关心的却只是风水。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告辞。
人呢？老爷，人呢？老爷，鬼子逃婚跑了。什么？大师伯把他留给你，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工匠，根据这些线索找回英国秘典。可惜我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茂兴的东西，就留给茂兴吧。程琳，你就真的不留下来？从小走江湖惯了，在一个地方待不住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真是好啊！可惜，重修正阳门的工程交给别的营造厂了。什么？上知下派，我也是没法子呀。可我这图呢？图得留下。凭什么？你们知道新营造厂的后台是谁吗？直隶总督袁世凯大人，这是朝廷的命令。茂兴把规制图纸一并的都要移交给他们。我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，也不给他们。明理。哼。爹，给他们吧。就算修好一个正阳门，也修不好千疮百孔的大清国。自古以来，我们都习惯把自己家的东西藏着、掖着，所以才会落后。只有我们改变了，这个国家才会改变。师兄，英国秘典经过十几代人的心血，说没就没了。哎，爹，先辈们的心血不会白费，每一处园林，每一栋建筑，每一个构件，每一片瓦当上，都深深烙刻着工匠先辈们的记忆和经验。我们这一代工匠的记忆也会传承下去。您看，就算没有了英国秘典，我们不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重修正阳门的法子吗？茂兴的牌子不会倒下，工匠精神也不会因为国家的一时衰败
而消亡。